我们攻破了光柱者，守住这里。维迪卡尔会尽量吸引火力，图尔阿莲。当我们坚持不了多久，你得瓦解他们的防线。我们不会让你失望的，先知。勇士们，我们拖住这些会飞的野兽，你们来打开通道。开始攻击北线了，我们拖住他们的部队，好让你攻击主要目标。我们在冲击军团的高级指挥官，帮我们争取时间。Alaria，留了几只心爱的宠物来陪我们玩，快把这些怪物赶出战场。
世界将被进化。我认识那些军团将军的标识，在 Sargeras 占领我们的世界前，他们都指挥过我们的大军，为阿古斯带来过和平。从接受交易的那一刻起，他们就背叛了我们所坚持的一切，他们已经无药可救，必须严惩。这场战役可不会让你们轻松获胜。希望你们喜欢我的话，一个不留。战争议会终于为背叛付出了代价，没有他们的领导，军团很快就会陷入混乱。勇士们，你们那边有情况？黑暗之门开启后，我就没感受过那么强大的力量。我没有目标。如果军团在那里召集援军，那我们必须摧毁它，否则就会被恶魔打垮。我们今后的世界都陷落，下就是你们了。拉恩克拉，这片布满溃烂之时。
你支持的世纪，现在只剩没有了传送门，燃烧军团就得不到援军了。现在该我们大举进攻了。勇士们，我听到了熟悉的召唤声，所以才会杀进这该死的地方。勇士们，听我说，军团攻破了我的圣殿，我的防线即将崩溃，帮帮我，别让 Sagaras 得逞。勇士们，军团想为他们那可怕的主人来捕获我的精华。正在给武器充能，快用传送门登上他们的船，阻止他们进攻。滚开，入侵者，滚回你主子那儿去。感受生命之力吧，敬畏他。爱他们，如果我被发现就完了。上他们的船，阻止他们进攻。黑暗的爪牙，见识一下泰坦的力量吧。
在眼前，勇士们，解决残余的部队，我亲自去对付飞船。阿古斯的核心深处传来了众神的痛苦呻吟。干得好，勇士们！数千年来，燃烧王座的居民还是第一次受到攻击，但战斗远未结束，世界核心里有股强大的力量在痛苦翻滚。去跟维迪卡尔会合，为最后一战做准备吧。军团的阵型崩溃了，但依然兵力充足，我的部队会把他们拖在这里。你不是孤军奋战，托拉里，恶魔每前进一步都将付出血的代价。塞加拉斯想腐蚀其他泰坦，如果不阻止他，万神殿就会在黑暗中重生，别再浪费时间了。军团的战争机器核心就在这些防爆门后面，解决这个威胁借用恶魔的火力。站住！结束了，凡人！你们的骨头会帮我大赚一笔的！再搞搞大屠杀了！
统若鸠吧，你呀将参加我的终极武器测试。我没有目标。安托鲁斯的核心就是歼灭的目标，军团的无穷大军就源于他的力量。这里充满痛苦和低语，简直难以抵抗，但艾欧娜在催促我们前进。近一些，这就叫痛苦！我还经受过更可怕的目标。我受够那个蝼蚁的唠叨了，让我烧焦他的血肉吧！别理他，姐妹，专心完成你的任务。这些灵魂就快像艾克瓦一样臣服了。他的命运由我们决定，为你们的傲慢付出代价吧，凡人。承受了太多的痛苦，就让我稍作停留，安慰他们一下吧。你留下 Magni， 我们继续前进，就快结束了。这可能是燃烧军团在宇宙中的圣地，恶魔宁可自毁双目也不敢看他一眼。多么令人感动的牺牲啊。
虫小弟救不了你们，你们的血肉将熊熊燃烧，恐怕来不及阻止他了。成功了，安格罗玛的进化自由了，他回到了兄弟们的身旁。我们的万神之作，你们偷走的东西会给你们带来毁灭，崛起吧奥斯，崛起吧，我破碎的世界！凡人们，为了你们世界的存亡，背水一战的时候到了。将你的力量赐予这些凡人吧，兄弟。我掌握着时间之力，寂灭者，他能束缚你冷酷的怒火。受了这么多苦，不能就这么结束。还有希望，众神之父，这些凡人体内仍闪耀着生命之火。来吧，勇士们，为拯救世界而战。是时候了，我们得休息一下，回家吧，艾泽拉斯的孩子们。伊利丹，我们已经尽力了。每一次选择，每一次牺牲，才让我走到了今天这一步。再一次去面对他。你难道不跟我们走吗？如果没有猎物，就没有猎人。你还没看清我的命运吗，先知？命运，我们的存亡从来都不由他决定。
愿圣光与你同在，黑雷丹·努菲。